你们也可以在那个我们刚刚的云端白板上面，简式参照下面这边哈，你往下找，这边就有一个综合练习二的那个相关的那个解答了哈。那当然，基本上我们分成几个步骤完成：一，把那个名称管理员打开，把里面先全部删掉。删掉之后的话，建立总共有那个什么，总发行股数、分配盈余加8个，再加配股数量表、税率表，总共有12个名称嘛，哈，反正以后你大概就是流程，大概就这样。如果你是用类似像这种单个，你就用定义名称，定义名称。那如果是像这种很多栏的话，你就什么，Ctrl+Shift 向右、向下，然后呢，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，哎，它就全部建好了。那如果是像是那种什么呢，配股数量表这种的话，那你就选起来，在哪边呢？在那个视窗这边填，有时候比较快，所以有三种嘛，哦，那这个答案就主要有这类似建名称的三种方法，也就足够你平常在工作上面会用到的，所以这三种好好用啊，多去使用习惯之后，你应该也回不去了。以后如果你会定义名称之后啦，我想你还是会习惯用定义名称，因为真的会让你的公式变得非常的清爽，而且很容易阅读，哦，而且基本上也比较，其他人如果看到啊，就是说你给其他人，他也一看就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。那再来的话就是相关的公式啦，所以相关的公式我这边也有，反正第一个用 VLOOK 函数，那记得哈，你可以用当然你这边可以用 C9，你选或者是你可以什么用 F3 去选择什么，选择这个储存格页这个页基哈，然后呢记得除以1万，配股数量表里面。第三栏，然后呢，比对方式是一啊，这边都有对照，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最后的话，如果我希望呢，做完之后哈，能够每次假设有新的资料进来之后，我希望能够做出什么呢？两个按钮，哎，这两个按钮前面讲过有没有？上个礼拜才做过，可以怎么样？一键完成清除，一键呢，再把如果新资料又更新了，那我又一键呢，可以把刚刚的公式全部又把它做完，我就做一次就好了嘛，对不对哈？那这个做法基本上哦，我前面也讲过了，这个都是丢公式而已，所以有5个栏位的公式，那只要跑一个回圈加5个栏位，把公式贴到它后面，改什么呢？如果你这边只要切下一个，如果你看到下一个有变动的那个，就是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 I 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边可以知道，那这个的话，哎，它几乎没变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都是名称，用名称的好处哈，其实完全不用改程式，好，啊，这个的话是，哎，这个也完全不会动，那也就不用改，所以你贴上去就好了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也完全不用动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只有这个跟这个里面改个 I 就好了，好，然后呢？一样嘛，就开启那个 VBA，插入一个模组，模组里面的话呢，插入一个程序，程序也许我叫做计算好了。那 for i 等于第四列，因为我现在从第四列开始，到它的最下面一列，做什么呢？输出结果到我的 D E F G H，好，总共有5个栏位。那所以你就把这边，那基本上我的习惯是先做一个啦，然后先用双引号嘛，吼，然后就把它贴贴贴，改改改，这样子用贴的嘛，再来改，那再把公式贴上，并且哈加上那个这个地方的 i，还有这个地方的 i，有吗？这个都做过了啊，所以其实程式也没有多多少，就这样子，你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什么，再加两个按钮，清除，加一个计算，好，OK，所以一键完成报表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。但是就是要熟练啦，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有讲过啊，只是说你要能够很快的，并且可以用在你工作上面，马上看到效果，这感觉其实会蛮有成就感的。而且你做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哇，怎么突然时间变得越来越多了？哦，也没有什么需要加班的，因为我发现有蛮多同学以前就是他学完这个之后，并且用在工作上面，他告诉我的结果是说，他的工作哈，看到他的眼神就充满着自信，然后另外的话，他的时间突然变多了，哦，他又可以花一些时间再学习，把 VBA 部分再学得更好。
哇，他现在已经越来越能够在工作上完全可以胜任，所以下个阶段他可以做什么？他可以思考说要不要待在这个公司？为什么？因为真的他的技能已经超过他目前的职位了，所以怎么样？他就有更多的机会了。所以其实学习本身就是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了。哦，可不是说恶性循环，很多其实都得过且过嘛，反正、啊、算了，先这样去做做啊，赶快换下一个。然后哎，又是下一次，又再一次，那你会发现浪费太多时间，倒不如一劳永逸哈、哦。OK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件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。哦啊，这一题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了啊，其他也没什么太多困难的点啊，我也把它录下来，还有云端上有相关的参考，剩下就是要动手，尽量哦把它练到熟练。其实技能，什么叫技能？就是我比你熟了。我马上可以做出来，因为我做过超过1000遍的话，我可能闭着眼睛都会了。但你可能一遍都没做过，你可能一定还在想半天哈。所以这个大概熟不熟的问题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哈，待会请各位也再看一题好了哈。这个因为今天的时间不是很，所以我们再来看325这一题，人事资料分栏。那如果待会做完的同学哈，开启这一题，稍微看一下题目。所谓的人事分栏是，它本来是纵向的一栏，我希望把它改成横向的，一二三四，有没有？四列变成横向的，有没有？一二三四变到一二三四，但是呢，我要怎么可以把资料放过来？但是放过来的时候还要发现一个问题，前面的东西我要删掉，所以你可能要分成几个阶段，一放过来，二把前面的东西删掉。那像这一题哈，如果你用 V 的函数就没办法做出我们要的效果。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函数可以做到我们要的效果？哦，所以这个当然可能用什么 index 可以，用那个 indirect 也可以。可是哪一个简单呢？哈，甚至 VBA 可不可以 ？VBA 也可以。可是要怎么做哦？那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哦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然后把刚刚这一题做完哦。那我们也先在下课休息一下哈，待会再来看325人事资料分栏的这一题哦。